他们估计都看不懂。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想，今天我们今天。啊，整理好了，我发给你吧。行，不着急。可以吗，小宝宝？行。嗯，行，擦了。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二三六四，二，再是九六三三八四九三。谁把我的手机？嗯，那就和我。 怎么记得刚扫过呀？对，就是你们呀，因为昨天我扫了，然后。要不要来一张你的真面照？好，可以了。